关哥，你怎么在这儿？搜捕耿凤尘啊，你干什么呢？我出来办点事儿。你现在学会跟我保密了，啊？对，你现在是专案组的人，直接受林局跟鲁鹏的领导。我这个大案队队长算什么呀？你别忘了，你怎么进的专案组？关哥。 我怎么能忘了你对我的帮助呢？我是真有点急事儿。什么事儿？昨天鲁鹏对关慧丽进行了询问，后来袁万春也来了，可是他很不配合，态度还很不好。今天早上他们俩出来以后，我就暗中盯上了。我想跟着袁万春，没准能发现耿凤尘。啊，你刚才这是盯袁万春呢？啊，这人可不好对付。 你要是被他发现了，你怎么解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我这是在保护他。哎，关哥，我真搞不懂这个袁万春还有关慧丽。你说他们知道的事情，怎么就不跟我们说呢？再说这袁万春，他自己也是个受害人。现在耿凤尘正要找他报仇呢，他怎么就不愿意跟咱们警察好好合作，早点把那个姓耿的给逮住呢？我也不知道这袁万春他是怎么想的。看来要抓住耿凤尘。 咱们得用点特殊的办法。可是你们这个专案组把关太严呀，我这个大案队队长不合格啊。这样，关哥，我回头跟邻居说说，让你也进来。不用，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另外，我跟这个赵民也睡不到一个炕上去。但是我是大案队队长，我也有破案的权利。关哥，你的意思是说，明白就行了。 我希望我能帮着你抓到这个耿凤尘，那样你可以立功，我高兴。关哥，我肯定忘不了你，但是我不是为了立功，我是为了给哥哥报仇。我知道，以后有什么情况，咱们俩得多交流。好。 陈云亮的哥哥陈云清牺牲以后，追认为烈士。他接替了哥哥的班，当上了警察，进了大案队。对于陈云亮来说，他希望找到耿凤尘，亲手抓住这个杀害自己哥哥的凶手。根据后门上的痕迹，可以确定，这个人是从后门进入的。在室内，我们提取了一个人的脚印、指纹，以及少量的毛发。 指纹已经和我们的指纹库进行了比对，确实是耿凤尘的。那其他呢？我拍了一些照片。啊，对了，林局，送去审听的打印剪裁已经有了结果，没有一封和袁万春的恐吓信相同。 难道说那封恐吓信不是出自于我们凤春了？农村和乡镇的打印机还没查，那就赶紧查。好。这个关慧丽还能看懂英文原版书，说明她英语不错。我在她桌上还看到了考研材料。 他要考研，我还以为关慧丽只是袁万春的情妇呢。林局，刚才我一直在琢磨，现在袁万春已经知道我们在盯着他，恐怕耿凤城也有所察觉了，咱们的工作就不好做了。专案组这段时间的任务很明确，在搜捕耿凤城的同时，要对重点人。 进行监控和保护。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耿凤尘最在意的仇人就是袁万春，不但给他写过恐吓信，还绑架威胁关慧丽。也就不能排除耿凤尘
会对袁万春采取同样的行动。除了袁万春，还有人需要关注，那就是李飞。李飞曾经是耿凤成的手下，两个人的关系相当密切，所以一定要加强力度监控李飞。袁总，昨天的事儿你怎么看？我能怎么看呀？还不是听你人举的。可是你手下的人可没听你的呀，说好了别盯着我，怎么还偷偷盯着呀？干嘛呀？拿我当鱼饵啊？袁总，你也是，当鱼饵怎么了？当就当一回吧。我不舒服。是你不舒服的事儿大呀，还是抓耿凤臣的事儿大呀？小不忍则乱大谋。好，就听你人句的。不过老这么着也不成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呀。我来啊，就是跟你商量这事儿。林荫成立了专案组，名义上是抓耿凤臣，可这么一来呢，很多事情就不在我的视线里了。所以我就想嘱咐你啊，要小心。昨天晚上的事儿就是个例子。这个你放心。我能放心吗？让我最不放心的就是那个关慧丽，你的那个关主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被绑架？为什么还毫发未损？耿凤臣想干什么你知道吗？面对罪犯，不是你在商场上，小心才能行得万年船。我们林局知道你今天要出院，让我们过来接你。啊，谢谢你们林局长。我今天才知道，我住院治疗的钱，都是你们局里先帮着垫的，真的是不好意思。谢谢。哎呦，你别这样。钱我会还的，你们放心。钱我一定会还的。不，稍等，你稍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尽快都说出来吧。说话呀！你们让我说什么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非让我们赵队给你点出来啊？我只知道，我们家耿凤成是冤枉的。他和他哥哥不可能干那种事情。可是你们，李玉娟，我现在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们林局长绝对是个正直的人。从他调来以后，春城分局不再像从前那样了，坏人绝对跑不掉，好人不会再受冤枉。所以你要是知道什么，要尽快的和我们沟通。你要是有了耿凤臣的消息，一定不要瞒着我们。回去注意好好休息。另外，我再提醒你一句，要吸取教训，别再像上次那样了。既然他说他是冤枉的，那就让他跟我们联系，别再躲着藏着了。我的话你再琢磨琢磨。
嫂子，你走，我不想见到你。嫂子，听说你出院了，我来看看你。李飞，我问你，你是不是警察的探子啊？不是啊。你不是？那为什么姓关的警察一直跟着我？为什么有人要杀我呢？你说呀。就当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走吧。嫂子，我可怜你耿哥，一直把你当亲兄弟看，他真是瞎了眼了。嫂子，那天真的是我把耿哥送出城的，我没有骗你。李飞，跟我走一趟。干什么？少废话，走。郝连城把李飞带到这儿来干什么呀？这可是万春集团的会所呀。看来郝连城没有伤害李飞的意思，还把他带到会所来。是不是要跟袁万春见面？那两家可是仇人啊。怎么样啊，李飞？挺好。我知道你对耿凤尘挺忠心的，这份忠心卖吗？钱对所有人来讲都是好东西。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是有价钱的。我袁万春做生意是讲信用的，你可以开价。我哪敢跟您开价呢？做买卖嘛，总得有个过程。你开价，我杀价，一来一往，最后成交。但是这次我例外，我不杀价。你敢要，我就敢给。赵队，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说说。最近都干什么去了？我这还是想办法了解耿凤尘的情况，随时向官队汇报啊。你这么做，你不怕让耿凤尘知道？你想过没有？他要是知道了，他能放过你吗？哎呀，是啊，赵队，我也难呀。你是个什么人？你瞒得住我吗？找袁万春去了吧？你找他什么事儿？袁万春还是找我问耿凤尘的消息，我就说没有，他就让我回家了。是啊。你拿他什么好处了吧？
他是说要给我好处，可是我不敢拿呀。这说实话，耿凤臣在哪儿，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能等他的消息。这从他老婆嘴里，我是一个字儿也套不出来啊。赵队，你们赶紧想办法把耿凤臣抓起来吧，要不然我真的是一天好日子都没有啊。你心里清楚就好。我告诉你，以后只要一有什么情况，马上要向我汇报，明白吗？明白。绝不会像李飞说的那么简单，他没有把实话说出来。袁万春不可能平白无故的跟他见面，这里面一定会有文章。马上去一趟万春集团，正面接触袁万春。啊，林局啊，这样搞不好，弄不好会打草惊蛇的。就是啊，就算我们不去，李飞也一样会告诉他，那样他反倒会有想法。林姐，您请，袁总在办公室等您。林局亲自来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有什么吩咐您只管问。袁总，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昨天你见了一个人是吧？你们在监视我呀？袁总，你不要误会，我们是在监视李飞，偶然发现你在跟他接触，所以就来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嗯，这件事儿我本来不想跟你们说。我是见过李飞，见面以后你们都说什么了？无非是向他打听一下耿凤臣的消息。我得有所防备啊，我在明处，他在暗处，我的一举一动他很清楚，他什么情况我不知道，这不行啊。所以我才找李飞，想从他那儿打听点消息，但是他什么也没说。李飞曾经是耿凤臣的亲信，他能跟你说实话吗？问题是耿凤臣现在不行了，我以为我能把他拉过来，但是我估计错了。袁总，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了，一定要跟我们配合，不要擅自行动。那是那是，我不是防备万一吗？一定要提前找到耿凤臣，找到以后你知道该怎么做。嗯，老鲁。哎呦，林局啊，你们回来了，情况怎么样？和我们分析的一样，袁万春什么都不说。哎呦，又打上点滴了，你身体又不舒服？没有不舒服，这都是上次在医院开的药，不用不就浪费了吗？老陆，身体有问题可不能硬撑着，要不然就去医院彻底检查一下。林局，你放心吧，我没有问题。你刚才说，这是谁给你打的？我自己啊，老找人不是麻烦吗？林局啊，你刚才说袁万春始终不愿意开口，我琢磨着他是不是想自己来对付耿凤臣呢？这也是我所担心的。
可是这个袁万春，他会通过什么途径来找耿凤臣呢？难道说他掌握了我们都没有掌握的线索？我怎么觉得袁万春会从这个李飞身上着手啊？阿洛，查那台惠普打印机的线索有什么结果了吗？查了一遍，没有结果。还是有调查的死角，要扩展，继续查。你到专案组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成绩都没有啊？我们现在只能守株待兔。云兰，那你也得露两手，啊，让领导认可你的能力。关哥，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跟徐大队都看出来了，耿凤臣的老婆一定还会跟耿凤臣再联系的。你可以提这么个建议吗？哎，他都睡了，咱们还跟着傻等着。赵队说了，这蹲守啊是做警察最原始的一个活，天天守着一棵树，等着那只兔子往上撞，多傻呀！可是啊，天底下就是有这么多傻兔子。所以说，这最笨最原始的活啊，也是最有效的。我只希望李飞这只兔子赶快往树上撞。会的，鲁局说了，这李飞跟耿凤臣有联系，所以咱们盯他不会有错的。你要困了就睡会儿吧，下半夜我叫你。那我靠会儿，睡吧，没事。喂，关哥，耿凤臣跟我联系了。哎，好，我知道了。哎哎，醒醒，他出来了。这个混蛋好像发现咱们了。喂，鲁局啊，李飞好像在跟我们兜圈子。保持距离，宁可更丢了也不要暴露。是，明白。别跟太紧。
从那边跑了。走。关哥，林亮在哪儿呢？我在跟踪李飞。别提了，让我给跟丢了。别急，跟不丢，我也在盯着他呢。你等我电话吧。好，知道了。怎么样，找到李飞了吗？没有，关哥来电话了，说他知道李飞要去哪儿，让我们等他，等他电话。好，走。记一功啊！耿凤臣出现了，我想叫上陈云亮一块儿去。嗯，关哥，什么？好，知道了。走，去大北桥。大北桥。关哥接到情报，说耿凤臣会在大北桥一带出现，快！赶紧给鲁局打个电话说一声。怎么了？关哥说，这是大案队的情报。什么意思啊？林局成立专案组就是为了抓耿凤臣，你也是专案组的人，这不光大案队的事儿。喂，陆局啊，我小马。刚才云亮得到消息，耿凤臣会在大北桥出现，我们现在正往那儿赶。好，明白。小马刚才来电话，陈云亮从官委那儿知道了耿凤臣的下落，他会在大北桥出现，我跟赵明马上赶过去。嗯，嗯，明白。嗯。算账，关哥，怎么回事？刚才要不是赵民，我已经把耿凤臣给撂倒了。他又故意放跑耿凤臣，这已经是他第二回了。我就不信抓不住他。哎，
喂，袁总，您交给我的事儿我都办完了。行，我知道。陆局，有情况吧？建弩，跟你见过的一样吗？看上去很像。这个持建弩的人刚刚离开这儿，我觉得这个射手的目标就是耿凤城。什么事儿？我们正在搜查一个嫌疑犯，看见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这么晚了，你开车干什么去啊？我在依法向你询问，请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去接关主任，他刚开完会。走吧。林觉，如果通过进一步的检验，能够证实这支箭跟射伤胡万生的老婆和射伤李玉娟的是同一类型和同一批号的话，那我们就要做诚信的分析了。那就是说，这个神秘的杀手不是来自于耿凤臣这一方。是的，林局，至少我可以证实刚才这一箭绝对是想要耿凤臣的命的。如果是这样，那所有的假设都要重新设定了。林局，
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支箭和前面出现的那两支箭是不是由一个人射出来的，这是问题的核心呢。我同意政委的意见，对这三支箭要进行重新的比对和分析。可究竟是什么人想要耿凤臣的命呢？袁万春。对。可就算是袁万春，那他为什么要杀害胡万生的老婆呢？这没道理呀。是没有道理。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个内在的逻辑。问题既然已经出来了，那就好查了。李亮，干什么？李亮，林局，今天你要是再不处理赵民，我就上告。怎么回事？你问他。赵民，林局，这会儿不想解释。云亮，我希望你能够冷静点。我不想听你说话，你今天的表现就是耿凤臣的同伙。陈云亮，赵明，你先回避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李军，今天这事儿不能怪云亮。耿凤臣又一次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给溜走了。这几次三番的，要不是有人暗中掩护他，怎么可能这样？林军，我当时已经瞄准耿凤臣了。赵民突然间出来撞我，让耿凤臣逃跑了，你说他这是什么行为？林局，我请求您秉公处理。云亮，你要相信组织会给我们一个交代的。走吧。
山，分明有凶险。